不要紧啊，我 OK 不后来。其实有些歌手不是我们要唱他的歌，是不敢的哈、哦，唱我们自己喜欢的还可以的。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请留下可爱的脚步，把时间交给别的歌手，好像不想下台的，一直有拿彩带，好像要站在很久一下。